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性价比最高，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？字不如表，表不如图，图不如视频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身边的 IT 讲师。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儿。我的目标是够全、够新、够精。听高老师细说 PHP。大家好，我是熊联的讲师高洛峰。大家好，我是妹子。妹子，上节课呢，咱们看到了类是如何声明的，只需要用一个什么 class 关键字，对吧？然后空格后边跟个类名，类名是自己定义的，要记住驼峰式命名方法还要有意义，对吧？啊，那我们看一下，根据上节课的咱们的一个说明，看一下，妹子想找个男朋友，想声明一个男朋友的类型，对不对？对。那她说出了男朋友该有的属性和行为，这是最少的条件，也就是她能用到的就这些，是吧？嗯。那这些咱说了，用一个类声明在这里边。但是咱们是不是文字的东西得把它形成代码啊，咱们才能在程序里用啊，对吧？那标记这些属性用什么最合适？属性咱前面学过，对，妹子说了用变量，所以类里边标记属性的就是什么，就叫做变量，听着吗？那标记行为的呢，也就是功能的呢，咱前面学过什么东西是一个独立功能呢？函数。对，函数。对，函数就是功能。所以呢，妹子刚才说的属性和行为，咱们用程序中的变量和函数就可以解决，是这样的吧？嗯。那但是在程序员在那个类里边就不这么叫了，类里边叫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变量也好，函数也好，如果把变量和函数写到类里边去，就都属于类的成员，听着吧？这个就叫做成员变量，对吧？我们管它叫做成员属性，听着吧？那函数呢，就是功能，也就是行为，对不对？它也是成员，我们叫成员行为，就成员函数，不对，对，妹子说叫成员方法。也就是函数如果写到类里边就叫做方法了，那别人说方法就意味着类里边的，那说白了就是函数就是方法，方法就是函数，只不过放到位置的位置，对吧？你叫做成员函数也行，也没关系，就是一个叫法的问题，对吧？所以呢，咱们用变量和函数，就成员属性、成员方法，以后在类里边我经常会说这种标准化的说辞，对吧？大家要知道我是成员属性的时候，你不要想什么是成员属性，对不对？你就记着，就是个变量，在类里边的变量，对吧？是这类类的成员，对吧？就完了。那妹子说了有性别，对不对？对。假如说它有一个名字，变量不就名字吗？等于比如说对象的名字，比如说高洛峰，占个小便宜，对吧？那这样的话，声明变量在这里边声明是不是就可以了，对吧？那我们来看一下语法上会不会出错呢？这个类我们在 test 里边试过了，不好了，那我在这至于运行就行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不错的话，证明我们就没问题，如果有问题的话，程序就会提示。那么你看一下有没有呢？没有。没有是不可能的，对吧？有问题了，他说什么呢？语法错误。对，语法错误，没有声明，对吧？咱们别管什么错误在哪儿呢，错误就在外边声明个变量 name 等于加倒括弧，对吧？ name 等于比如说高洛峰，对吧？什么问题没有。如果一旦把变量声明到类里边去了，变成类的成员属性，我们一定要注意类里边的所有成员属性前面必须有个修饰词，听着吗？必须有个修饰词，只要有个修饰词它就不会出错，这是一个要求啊。那有的时候用什么修饰词呢？我也不知道用什么修饰词，对不对？在不知道用什么词的情况下，你可以用 var， 听着吗？或者用 public， 它俩相当于别名的关系，听着吗？对，
成员属性前边必须有个修饰词，理解了吗？不知道用什么词的情况下，咱们用 public。那都说都有什么词啊？那多了去了。比如说 ，static 是一个词，对吧 ？public 是一个词 ，private 是一个词，对吧 ？protected 是一个词，对不对？好多好多，还可以怎么呢？还可以写在一起多个词，对吧？那当然了，这些词能学过吗？还没学过呢，咱就暂时记住。现在咱不知道用什么词，对不对？不知道用什么词的情况下，用什么词 ？Public，where？ 对，用 where， 看到了吗？啊，如果一旦有其他修饰词的话，你就可以不用 where， 把 where 删掉了，听懂吗？所以这块我写一个注意的一点，注意的一点，对吧？什么呢？在类的成员属性前面一定要有一个修饰词。哎，词还不好打了，有一个修饰词。如果不知道使用什么修饰词，怎么办呢？就可以使用 where 这个关键字，对吧？它是个关键字，对，对吧？如果一旦有其他的修饰词，怎么呢？就不要有 where， 听懂吗？自己记住这句话。比如说什么叫其他词呢？比如说 static， 是不是就可以不用 where 了？在不知道的什么时候只占个位，那我加上之后我们再看一下出不出错呢？出不出错呢？是不是就没有错了？证明这样的话就可以了。所以能记住吧？成属性就是叫的成员属性，对不对？用变量，但这里变量前面得有修饰词，对吧？嗯，那这块再声明一个什么？年龄等于24，对不对？这个条件我刚刚过一点点。还有什么性别？那妹子说了，要求男性，这个呢也符合常理。还有身高，比如说我这用字符串吧，175cm， 对不对？啊？光说体重了，那像我这标准身材就符合呗，那就不用说了。那比如说。咱们是那别加体重了啊，体重有点超标啊。然后咱们你要层层筛选的话，肯定就不合适了。比如说眼睛一歪一，眼睛是一歪一吧啊。然后呢是大眼睛，对不对？对，脸大，对吧？这是成员属性，对吧？没问题。那这些成员属性呢，现在这么写着是可以的，它也是可以的，看人家。这都没问题啊，但会有一个问题什么呢？咱说了，类是一个类型，属于这个类型的会有多个对象，比如说这个屋有60个桌子，对吧？那60个桌子的话，是不是属于同一个桌子类的？那想一下，属于同一个桌子类的，那么会有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什么问题呢？对，比如说这个男朋友，对吧？名字叫高洛峰。那你用这个类可男朋友，对吧？我可以创建10个、20个男朋友，是不是这样？嗯，那如果我直接就把这个成员属性的值放上去了，那创建出来的20个男朋友是不是都叫高洛峰啊？就是怎么的，你对象都是高洛峰，对吧？明白这意思吗？嗯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呢，类只是一个描述，有这个属性就行。而这个属性的真正的值得看这个实际对象出来，听懂吗？也就是咱写个电脑配置单的时候呢，我说有显卡或者有什么，对不对？那显卡具体什么时候型号的话，咱们可以后添，听懂吗？所以呢，类在声明的时候，在因为它是会生成很多对象的，对不对？每个对象独自具有的，就需要在对象诞生之后赋予，听懂吗？就比如说电话生产完之后贴上一个标签，对吧？是不是这意思啊？所以呢，属性的初始化一般是后做的。
除非这个属性是所有对象共有的，比如说男，性别男，对吧？一定是男的，那就直接写上，就不要后边给赋值了，对不对？再改成女，那就觉得妹子有点说不好听，变态，是吧？好，成员属性都说完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再看一下成员方法，也就是这个行为，行为就是功能，功能就是函数，对不对？那没什么好说的，这块属性就是函数，原来的函数怎么写，这里边的方法就怎么写。那原来生命函数 function， 对不对？那会做饭，对不对？ do 是做的意思，饭。然后里边该有参数就有参数，对不对？比如说肉肉，对吧？菜，是不是啊？当然，他说起名一定要有意义啊。我只是高老师英文单词稍稍那么欠加一点，所以呢，这里边就只有用拼音了。反正学习嘛，对不对？大家别像高老师这么英语这么差就可以啊。但我觉得，你看有几个英语不如我的，啊。然后还有什么做家务，对不对 ？do 家务，能看懂吗？那具体的功能就看他怎么做饭了，怎么做家务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说了，用一个函数的话，函数体可以不写，对不对？但咱们后期自己做肯定得编程，对不对？我假如说只输出一句话，或者是返回一个，对不对？做饭的功能，对吧？就随便写一个，这块我们返回一个，做家，对。做家务的功能，是不是就可以了？那这样的话，我们是不是就把我们前边的这个什么，是不是我们用语言描述出来妹子需要什么样的类型的男朋友，我们就把这个类型是不是形成代码了？形成代码，我们就可以转成对象去用了，对吧？当然了，转成对象是咱们下一步的话题，对吧？那这些话题咱们就是生成类。那其实这个方法在类里边和在类外边是不一样的，类外边函数是不是就这点语法啊？而在类里边的成员的东西都可以加修饰词的，比如说前面我是可以加词的，听懂吗？那具体加什么词你就记着，先可以加，对吧？那具体加什么词呢？有好多种词，对不对？那你现在不知道这一词什么意义，我也就不多说，对吧？你就知道是可以加词的，是不是行了？也可以不加，就这样啊。再看一下程序出不出错呢，刷新一下，没有出错吧？完好的一个程序，对吧？那这只是一个类，我们能用它吗？用不了，得用它变成对象我们才能用，对吧？这是它要的类型，没找着对象呢，只是它提个要求，这个要求就是类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看一下具体类的一个总结。这是类的声明的格式，简单的格式，前面是不是可以带修饰词？类、类名、成员属性、成员方法，前面说过了吧？也叫变量，方法也叫函数。然后完整的格式，前面修饰词、类名，后边是不是还有这么多词啊？这一次咱们都会讲，别着急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看，这块是修饰符，前面有一个，然后变量末值是不是成员属性？类似于这个，像这样可以直接赋值，可以是别的对象的值，还可以直接是变量，都可以，听懂吗？咱说了，尽量在对象创建的时候不干嘛，写声明的声明类的时候先不赋值、初值，除非很必要的，就那性别男。对吧？妹子的必须要求这个是不能改的，然后正确定义看下边这些，对吧？这都可以。然后修饰词有这么多，这个呢，咱们前面都会用。那你看 ，VR 已经过时了，对不对？现在都用 public， 听懂吗？但是咱先不知道它，它就是一个临时的词。等学到后边的时候，你全用其他的词，你根本就用不上 VR， 听懂吗？只是当先临时说一下。然后呢，成员方法前面可以加修饰词吧？可以参数，可以返回值，有方法体，是不是就是函数？可以加这么多修饰词，下边说话走路的方法是不是这样？然后声明一个电话，刚才咱声明一个男朋友，你看电话一个类，这里边都可以啊，有四个属性，前面有 public， 然后呢有三个方法，前面修饰词有 public， 对吧？所以你现在看到的任何的类型，只要你能说出它的属性和行为来，你现在就可以声明成类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因为属性就是变量，对吧？行为就是方法，对不对？那任何东西你只要能说用语言说出来，咱就可以形成这样的代码，看到了吗？好，那时间关系，这节课咱们就到这里，好吧？这节课咱们主要就讲了类的内部的成员属性和成员方法，对吧？好，
谢谢大家，这就到这里，下节课咱们看一下，通过这类，妹子就开始找到对象了。嗯，再见。